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产品，特别推荐给家里有养猫咪的朋友们。他们家推出的北美金戒系列是猫咪友善的产品，对猫咪是无毒无害的。这个万用清洁剂呢，我常常会拿来喷在厨房的洗手槽，除了达到清洁去味的效果之外呢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防蚊虫以及蟑螂。再来就是我最常用的地板清洁剂，它是浓缩的，所以你可以用他们附的这个量杯，然后直接倒到你要拖地的水里面，然后拿来拖地，同样是可以有清洁以及防止蚊虫蟑螂滋生的效果。再来这款是寝具喷雾，我会把它拿来喷在宠物床，它可以抑制异味，而且还会散发淡淡的草本香。最后这个防蚊液是这个系列我最推荐的一个产品，它可以说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用的防蚊液，而且它一样是对猫咪无毒无害的。像我常常去遛猫啊，可以放心喷在自己的身体上，不用担心身上的防蚊液可能会沾到猫咪，有养猫的朋友们可以放心使用。北美金戒这个味道有些猫咪还会很有兴趣，大家如果想买的话，可以把握12月1号到8号的团购优惠价格哦。